位跑者，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到了蓝港展馆一楼世界猫咪博览会，这里头啊有非常非常多的宠物食品。那我今天特别来看一下何处长，也就是国宝集团的何处长，里头有不一样的东西哦。大家掌握时间，10月12号一直展到15号，大家尽快过来。来到了国宝集团哈，在蓝港展馆一楼，一楼 K 区这个地方，国宝集团，所谓国宝的猫狗世界，大家看看，上面还有一个气球，下面的城堡。我很高兴啊，碰到的何丽英何处长，你好，可不可以跟我们沿路介绍一下好不好？像宠物是先生等级的，都是毛孩子，是就像自己家的孩子一样，所以我们也是，对不对？把它当孩子看待，所以我们是宠物都可以享受，是的世界。我现在毛小孩很享受的嘞，对啊，那个很多年轻人、很多家人都把它当做自己的家人一样，对，买我们的那个证哦，可以享受8折的优待哦，好棒。宠物没有那个嘛，没有健保嘛，可是我们有我们这个券就可以享受8折的，是。哦，他们这个布置真的好漂亮，好漂亮！这里头天目旗舰馆，主人要出国了，毛孩子就可以到这边来休闲，来这边啊、哦，来这边安宿。哦，是这个都是对可以去的地方。对，天目旗舰馆，还有木馆，对，休闲馆，是，好棒好棒。我们的医生哦，是世界的权威哦，是心脏权威哦。我们不做开刀手术，我们做那个微创手术。哎呦，好棒！是世界级的。对，以前我们台湾的宠物生个病哦，生个假如心脏有毛病要到国外去，到美国、到日本，现在不用，我们在台湾就可以了。好棒，好棒！我们把世界权威请过来了。哇！平常啊，那个毛小孩可以休息的地方啊，是。这样的哦，是，还有那个黄金海岸都可以有那个毛孩子可以去游泳、去翻滚啊、去玩啊、party 啊都有。黄金海岸在哪里？北海高尔夫球场啊。哦，北海高尔夫球场的话，平常有的人打高尔夫球会带着宠物一起去嘛。是。对。那假如说你今天假如你不打高尔夫球，我们也可以啊，带着宠物去那边玩玩嘛，哎、走玩玩，会有办活动啊、哦，免费游览车接送。真的好棒，好棒，好棒。那、我们看里头啊，真的是好多好多的服务设施哦。嗯，来，我们先看右边这个好不好？啊，这是那个到时候我们宠物啊可以做健检。哦，健检。对健检。那这几天来的话，报来的话可以健检吗？对，可以，要先预。这边我们有预约，怎么预约？现场预约。哦，在现场就可以预约。哎，好棒，好棒。然后加入我们那个 LINE 嘛，加入我们国宝的 LINE 就可以。以后有什么活动啊，有什么啊、优惠啊，什么有都可以。都可以那个哦，国宝的 LINE 就是 APP 是不是？对，哦 APP， 好、哦，那知道了，哦、知道了。我们国宝好，这边是健检的地区域，这边是修剪毛发的。哦，修剪毛发，哦，修剪毛发，但是要预约，来这边预约是不是？来这边预约。好、哦，我们再看其他地方。那个我们在找那个猫的 model， 所以对，刚刚好多猫咪来照相哦，就我们要找一个。model， 我们找我们的猫咪 model。哦，是。刚刚拍的照片。我们看一下。对。猫咪 model， 哎呀，好棒。刚刚照的。好漂亮哦，这刚才拍的吗？对，全部都是现场拍完。现场拍完。刚刚再翻几个点。然后那个主人可以把这照片带走吗？可以。哎呀，好棒。我们会送他。对，我们之后会再寄给他。哦，你们服务好周到哦。好棒，好漂亮，好漂亮。这个也是预约。对，没有这个现场加入会员就可以现场拍，就可以现场加入会员就可以现场拍了。现场加入国宝的会员，我们就可以现场来拍照。是，我们要把握这几天了。对，那假如他没有带猫咪来，那我们就送他毛巾。他加入会员，我们送他毛巾。猫哦，没有来就送毛巾，加入会员。所以有的觉得好可惜啊，没有把猫咪带来。真的嘞，真的嘞，哇，处长你们真的好周到。好，那还有哪一个区域？嗯，这就是我们的，假如因为我们有。卖那个周游券啊、哦，是，就是说所有的生老病死都可以8折，只有1000块哦，就像 Costco 一样，你有这个证，所有东西都可以优惠。现在毛小孩都有对生前契约了，生老病死全部包，都8折。
太棒太棒了。那假如吃的方面还好了，就像那个其实生个病的话，感冒就花了好几千块，打个八折就差很多。没错没错没错，假如重大的病诊的话，打个八折差很多。这个我知道，毛小孩生病哈，那个去外面那个动物院看很贵很贵的，或者剪个毛发都很贵，有我们这样证的话打八折。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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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就是说大家一千块哦，只有花一千块哦，也就是大家来的时候可以直接在这边就填单子。 对填单子就一千块。是然后我们这张券之后还会送个新天地游玩，带他们可以去免费的去那边游玩。是新天地是哪里？新天地哦，就是我们的那个黄金海岸。哦，黄金海岸那边有游泳池，有他们的那个草坪，大草坪给他们去玩。是。哦，这一张梗图做得很好哈，里头非常多，除了新天地，还有国宝动物医院。对。哦，这个善美地，他们的善美地，闭上眼睛的地方。是。对对，那这主人出国玩的时候，他可以住到这个美安树。哦，美安树哦，就是祖国美容，就是然后他们的健康，他们的那个住在这边，可以主人出去玩，他们也可以在这边玩。他们的住哦，他们就留在台湾。对，留在台湾。哦，这地方有人照顾他们。对，太棒太棒。嗯，国宝集团真的想得很周到。处长。真的很了不起，很棒吧？我们公司真的很棒，我们不做则已，我们要做就是国家之宝的事。是，我绝对同意。你看现场啊，在拍照，他们拿着东西逗他们，吸引他们注意。这两只猫好可爱。黑长，对啊，但是奇怪，他们都不注意这边。来了，黑长。很辛苦照这个像。你看我们同仁啊，这么认真，要捕捉那个镜头还真的不容易，你看看。两只猫咪啊，他没有想到别的，他都顾着自己玩，那但是要拍照的人就很辛苦。黑糖，你只要引起他注意。黑糖，这只黑色的猫咪啊，他就是要看别的地方。南港展馆一楼 K 区的宠物猫狗展，国宝集团猫狗世界，大家看到它的布置以及里面的内容，我们养宠物的人会不会觉得很开心呢？国宝集团都把我们养的宠物从它进到家里头一直到它离开我们都设计得非常非常完美，大家不妨利用这个时间到南港展馆去参观一下，了解一下，或者抱着你的猫狗到那边给他们拍个照，我觉得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不要忘了10月12号到15号，只有4天的时间，大家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去那边逛逛走走。谢谢大家，欢迎大家踊跃订阅800温馨家族，并请点选小铃铛选择全部哦，谢谢大家。